这吃罢休什么？有人老扮英雄。陆战绩容易被针对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有的人，有的打野看你战绩太好了，他前期都狂抓你。我基本都是下播陆战绩。更可怕的对手。狗头带的是护甲魔，护甲 CD 生命值。狗头一级没学技能啊。他学 Q 的话底下会有印记的，他学 Q 的下面会有那个 Q 印记的图标，证明他多就是有多叠了多少。我必须连同希望一起毁坏。行，够了，压三个精神兵得了。他一级血的应该是 E。我将让他绽放。先别让他吃这前排三个近战兵经验啊！近战兵的经验比远程兵经验高很多。前三个近战兵不吃的话，他等级不好起来。有没有螳螂大爷？螳螂大爷应该是得刷到三才能装。这打野是红开往下刷的。感受我的痛苦吧！啊去！Q， 他学的 Q， 你看底下有印记了，有印记就证明他一级学的啥技能。Q 一，狗头不补刀。我将切断你的四肢，我将刺入你的灵魂。哎呦我操！这炮车咋瞬间死了 ？Q 打了 ，Q。哎呀，这有点难受。嗯，生气。那打野这挺无脑啊，速三非要抓崩个狗头。Q 一打 ，Q。兵线还可以啊，这狗头才六个刀。螳螂有闪，螳螂有闪。Q， 狗头走也不错呀。Q 打 ，Q 一 ，A Q 三，很先。哎呦我操 ！Q 闪好，连闪现。AA 距离不够，哎，打的有点多了，这 Q 闪都没反应过来，菜了，这边应该直接 Q 闪跟进，嗯，菜了，状态下滑了，你的毁灭在召唤，去。他们那边确实出现失误。有几本那个
这 Q 闪竟然都没反应过来呀、啊！脑子。每天到最后一局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都会不知道在想一些什么。今天直播不，今天打了20局，今天。但我从不屈服，这是一场崇高的屠戮、又是加班那一天呢。哎呀，白天打了8局，雷虎打了1堆，晚上又打这么多，咱这把就得下了，就没状态了就。到时候操作更离谱，这狗头补刀已经被他压烂了，才17刀，42刀。Q E 铁丝兵 A J 打了减速。走也挺好。狗头其实不是特别好越，他 R 加疾跑，他 R 加瞬间加生命值双抗，不太好越。我不能死去，除非所有生命。Q 二 ，Q 二有人 ，Q 一打 ，Q 三打吗？我要让世界静下来。差点出事儿，囚禁我的人们将付出痛苦的代价。你都 Q 到了，我还怎么办、啊？这啥也不对。你怎么跑也跑。这亏着我视野还看了。他就20个刀，烂了。他这把没带。他没带那啥，没带 TP， 他带的闪电疾跑。Q 一打 A， Q 二铁丝兵，再 Q 三 A， A 刺不到，对不起。我的黑暗并非由心而生，而是被我的牢笼著称。他闪现竟然好了，那这狗头带的是星界洞悉。他带的是新界洞悉，我俩闪现基本上是同步交的，结果他比我快40秒，他复习是饼干加新界洞悉，确定扶儿了，他复习跑不掉了。这波咱们被一减护甲了，这波想杀他就肯定是得一换一了，他这个一破完甲以后防御塔打咱们也会无视咱们这一部分护甲了，就这样转吗？转转、啊，他拿着750更好杀他。他拿着750，下波他没闪了，咱们下波直接越。主要这波他有大件儿，而且他这波兵线又回退，他又吃不了兵线。下波就把这个杀档给这种咱们随便杀这种人无所谓。下波就提款养猪了，下波杀的他又值300块。你看这兵都吃不到25刀。总比把大沙当送给对面肥点强。人家沙当给对面一个肥的更炸。没一直装。那些视我为敌的人来者不拒。Q 打 Q
Q 四十。凋零。我将让这些凡人们。Q 三 ，Q 幺，四神科区。哎，这剑术 ，Q W 了。死亡是我的歌声。杀他不是简简单单，他没闪，没位移的坦克 ，Q W 到就直接死了，咱肯定不会太亏，强仔就在。我是破坏，我是末日。狗头不就想杀就杀吗？Q 一打 ，Q 三科学 ，J，A， 真的不敢吃。过了，他蓝刷了，快来快来！能啊！我也会微笑，而且一点微笑，杀人。哇，他竟然没打剑魔和。Q 一和 EQ 有什么区别 ？Q 一出手快 ，EQ 的话容易被人反应 ，EQ 慢 ，EQ 会有那种顿顿的感觉。你看 EQ 是这样的，一先动 Q 特别让人容易反应过来，你 Q 一直接瞬间出去，不好让人反应。你 E 的起手动作是 E 先位移，就是你 E 位移，他那个目标很容易暴露。你看 EQ 就看着起来不连贯。但是你要 QE 的话，敌方想反应，你 QE 直接突出去，他想反应都反应不过来。QE 出手更快，敌人更不好反应。那 EQ 就有那种顿挫感，你看，先快点儿，快点儿也是就是有那种一点小僵直的 EQ， 太好反应。Q 的过程中是不能位移的，所以得靠 Q E 推进。Q 的过程中是不能走的，是 Q E 好 ，Q E 更好。自己是否被虚空腐化，但至少我的选择没有你那么蠢。找找我的狗头兄弟。从现在开始到时间的尽头，杀你一遍，又一遍。就大致
我恶心莫甘娜，在你肮脏的血肉禁锢中受死吧。哎呦，还差一点。太招闪了。悲伤的味道，我来让你品尝。不，小样，你敢蹦我把你腿打断。再不纯洗如同黄昏时分悠悠的愁云，差点钱。操，沉默了。他这沉默怎么这么久？哇，他这冰量真恶心，赶紧去阴邪。去阴邪，然后十五，再来个这个吧。对面马扎牙质，没命你命吧。先留着吧。Nice 啊，先买个小水银弯刀。这把不用买隐魔刀了，他家这把法伤不高，这把直接命令命黑切吧，这样多打点输出，或者复活甲也可以，命令命黑切挺好的。法伤不高，买个解控的水银魔抗够了。不懂事儿啊，小雪，你再狗叫早晚一天我给你嘴给你捏下来。这么痛苦，这么痛苦。我双手捏放峡谷，双手单手去捏。我操，动不了！哎呦我的妈！一动不动。哎，这他妈，这冰杖给我干碎了！一个禁锢，一个压制，哎呀！走不了啊，他冰杖减速，动不了都。冰杖减速，然后这个控完这压制，压制完他又 Q， 来回动。他那个小虫子咬人还减速啊，他那虫子咬你口也减速。那么多生命，动不了，都将被我终结。嗯，我就带了个坚定的吧，我赶紧买个密阴黎明吧，这样解控还给韧性。装备这版本还前两个版本加强的意思，魔抗变高了。我是亚瑟克斯。哎呀我操，动不了。真动不了，我操。全是空。
还有个沉默，我忽略了沉默，定成呆瓜，我操！OK， 一如既往，十二分。哎，正好十二点凌晨。那咱们今天的直播可能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打完了，若哥。今天咱们打了，哎，本身战绩挺好看的，可惜输了一把。要不然赢了 MVP 应该是我。